什么人？姐姐，你不是说空三山有异动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让姐妹们凡事都谨慎些，切不可暴露你的身份。有一个穿绿色衣服的女孩，看起来像魔教的，她把法宝抢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《诛仙手游》《诛仙青云志》在中视。